年少成名是非常幸运的，可以让我更早的去认识这个世界。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，积极的面对每一天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工作中呢，我喜欢去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也喜欢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。有时候压力大了，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全力以赴地过好每一个当下，争取不留遗憾。清新、强烈、有层次，有一种自由、洒脱、不羁的感觉。我觉得心怀旷野就是自由地去探索生活，用勇敢坚定的态度面对未知和挑战，心怀目标的前行吧。心怀旷野，探索无界。